健康卡来了，新的。那是健康卡，你看这话都缓过苗来了。猴哥这又剪草去了啊，回来早歇一会儿。电停的太快，电啥就是不行。这除外干活就不行了。哎、好，就这玩意儿，您这玩意儿没电。那块有没电？那块有电。哈哈，连一半没捡上。哎呀，这花得浇水的，干蔫了。你栽的这几个小草，猴哥搁哪儿整的？捡用的小破盆栽上了。这玩意儿挺那啥的，像牙雕的似的。我没来得及，我想上超市再买两颗这个花。能缓过来，又来电话了。你看这个缓过来了，再撒点花肥上。你好，喂，喂，哎，你好，啊，你好，是侯师傅吗？对，我是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可以当是你的别店。啊，你住在哪里呀？上上了电池。剪草咋没了呢？跑哪去了？剪草呢？剪草机搁这呢，看人不见了，这咋耍挠了又？跑哪去了？哎呀，哎呀哈，享受啊！你想累死我了，吓死我！我就记得我干半点活回来，我剪草躺一会儿。我不干，你俩不剪？我剪。我不干。我干。猴累了，没气儿。我剪草。剪草有啥了不得？这给水管打坏了吗？哎呀，那水管那么大，我能看不着吗？你啥都信着，自个儿啥都自个儿干，累死。得用这个电池的，这电池的要是小面积使这种行，要大面积还得使油的。电的吧，一扯线扯多老长，要房前屋后面积小的行。睡醒了这是，我看抻胳膊了吗？你不想晒的，进屋睡去吧。啊？嗯，睡了。电池又没了那块，电池又没了。没剪完又没了。没了。出毛汗了呀，这晒的。得多晒的。嗯，这是热。先进屋睡会儿吧，睡会儿再走。晒太阳补钙的。不缺钙了，还缺钙了，缺德呀！哎，起来吧，那搁这多晒挺啊！啊，睡着了，是吧？电脑机电脑都没听着，我就搁你跟前捡了，让你听听我干活了。哎，捡完挺好，这那边没捡呢。给花浇水，这接的雨水，浇这花一定得浇雨水。浇那个自来水容易受伤，自来水凉啊。我这几年养花，我觉得养的比较还行，也跟浇雨水有关系。刚才又上点化肥，上完化肥就得浇水，就像人吃饭了，你吃多了似的，吃完饭就得上点喝点水，润润肠，消化消化，吸食吸食。都晃过苗来了，
这我好容易干点活，这掌柜的喊我进屋，不让我整的。这个是啥时间？快点咖啡吃点啥？这是你不让我整的啊！还有三盆没浇完了，花肥上上了。吃点这个多好了。那啥呀？那是。是。你这整的啥玩意儿？牛油果。喝点咖啡，吃点牛油果。我早晨买那咖啡还有半杯呢。喝到了，好的。到了。晚上干屋顶的，干的生意多大？这边做玻璃门窗的，堵车。现在上渔人村，波哥着急了，堵车。现在是这是407高速，我是从肯尼迪往北走。前面那个大楼那就是那年泛美运动会哈，在这开的。昨天领咱们来了的，看他们篮球赛。昨天那时候搁大统华打篮球呢，大统华当店员。馆是专业的游泳训练馆哈，五个赛道的是几个赛道的？是十个赛道的。赶明上这游个泳吧，上这游泳也不几块钱一次，赶明来游一次了。这就是泛美运动会场馆，这边也盖房子了。渔人村是一个老镇子，可能得有100多年历史了，就跟咱们住那个世家堡似的。这小镇可漂亮了，以前年年夏天嘛都来两次。这些老房子，这个房子让不让拆了、啊、买啥就啥，你就忍着住等它的树。看这大树根，哎呦，看你瞧这这边这边、哎、这边全倒树、啊、哎呀可不是呗、嗯、那边是这渔人村倒树最多。这次看这都老房子，老区，这是老树，都有大树顶，都是老区、嗯、这房子好看，这都属于文物古迹了吧，说不让卖了，卖了也不允许拆。Hi, this is Alex calling from Air Duct Cleaning Services. How are you? No English. 这都是骗子。看到小镇了，这条主街有教堂，原来这两边还有不少什么古董店呐、艺术画廊啥的。这两年疫情可能也受影响了，不少店铺都关了。这个开不开呢？哎，原来这家是卖古董店哈，是香港人开的，就在这里头。那些古董卖，还有象牙。哎，这边进不去了，那边不让走了，可能是。啊，就这里，这排新盖的，好像这里。后哥上那边去了，没地方停车，我把车停到这儿来。前面这片房子是新，最近这几年盖的，好像还挺贵的呢。下边都是店铺，那些小店铺看着也挺有特色的。渔人村这一块好好看，那边还有个湖。我把车停这儿了。这样猴哥出来就能看见，这就是小街，这是渔人村的小街，就是人不多哈，昨天人多，放假嘛，这会儿有那位大姐喝咖啡了，对吧？对，你看这店铺都开了。昨天人多，昨天我没时间过来。星巴克。对，老式的了哈，成龙的快餐车似的，树倒的少，哎，这你说这边，这都树，这都倒树修的，家家倒，一片一片，老房子、老汽车，家家都有点树叶。这树全我栽的，原来我干活那年，完了这是啊，这是你栽的，对。嗯，哎，长得挺好哈，他就没修剪呢。这片围墙是猴哥栽的树呢，这片是这个树，这树倒的，就往昨天晚上倒。这片又新盖的房子哈，哎呀，这房子真密啊！前方700米右转，然后到达目的地。小区的紧挨着公园。一条林荫小道，那里边老凉快了，这没工夫上里溜溜的。就看着火车尾了，高尔夫球场都玩的。前方850米右转，行驶750米，然后左转。看这里呀、啊，下边是森林公园。树密呀、啊，这里边的
这个左啊，那不是倒了一边吗？那个不用动了，那上面那个你觉得可以？它会，但是它剩下很薄，我怕它风一吹它就断了，你知道吧？这院真漂亮。那就别动了，那就带倒看吧，这么长的树吧。要撑得住吗？它这个没线没线啊。还有一棵树啊，我觉得最危险的，还有一棵树，最危险，您看直的机械，所以它不能砸在那上面。那可不行，那你就干不了，那绝对干不了，你这太危险了。一旦砸这个好动的，但它是这么倒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倒，它不听你的了，告诉咔嚓，太重了，嗯，绝对就干不了，那你就发问题去了。它底下那些木墩呢？你就听我的，你怎么绳，买一个好钢丝绳，把它拴在这固定这儿，它倒往这么倒，不砸你花粉池就得了，别再动它了。就这样拉着，对，拿个绳把它拴拉在这根底下，永远不会动。它倒，它往这么倒，不会砸你花粉池。哦，这是一个豪宅，里边这树倒了好几棵，我没好意思拍人家。跟我吃饭了，说领我吃大餐。大餐你啥？真是的呢。找葱味儿，来个粥吧，两个就够啊，别整多了。嗯，我开车，你可喝吧。来一个这个，来一个这个。这什么粥？杂菌猪生六谷粥啊，这个。再一瓶啤酒。什么啤酒？还喝酒呢？吃吧。